然后这边还有一张是烤板的。 不然甜食。啊？我撇没？我撇了。对啊。没有，我这边没有酱，但是另外。 慢慢的，太清爽了。这边每天几乎都没什么变。哦，那太冻了。 啊，你还有大什么呀？我啊，大家都在那小朋友，有很多我们要吃的。七八百人办法。浪费。真的。谢谢。啊，你点开去呢？不，然后是包在五十多一本。不是五，你那个订更米饭。 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哎，不是，我说买就好了。